这个男生说他像活在古代，女生的最后一句宣言确实有这个意思啊，你是我的初恋，你就要对我负责一辈子。来，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鸭23岁，来自唐山，是一名学生。女嘉宾小张同样23岁，来自邯郸，也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同学吗？嗯，同学。大学同学？嗯，大三才认识的我们。前面两年怎么就荒废了呢？我妈从小就告诉我不要那么早谈男朋友，然后我也没有想过，就是大三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学习，然后她坐我旁边正好，然后她就后来就认识了。好可爱啊。然后呢？她先追的我，我不知道当时她怎么知道就是我喜欢周杰伦的，然后她就说她也是周杰伦的粉丝，后来我就挺关注她的。你怎么知道人家喜欢周杰伦的呀？就是当时见着他的时候，然后挺喜欢他的啊，就默默地关注他，就一见钟情那种是吗？算是吧。然后看见挺喜欢周杰伦，就是很多东西都是用周杰伦的啊，然后我就恶补了一些周杰伦的东西啊，然后他看着我这个挺用心的，然后就慢慢地接受了我。哦，你为什么说他像活在古代的人呢？他这个人吧，就是说思想太保守，而且保守的有点过分了，男女处对象。谈个恋爱，然后你说拉拉手接个吻都挺正常的事儿啊，然后在他看来就是特别特别严重。拉没拉？拉过了。但是这是一个挺让我伤心的一个故事啊。那天就是我们百天纪念的时候。百天？你别用这词儿。百天纪念日。好好好好，百天纪念日的时候在他们宿舍楼门口，我给他又摆满了那个蜡烛，然后摆满了花瓣，旁边有那么多的人看着我们，然后我感觉这多幸福啊，多好啊！我就冲上去，我就借着这个劲儿，我就吻了他一下。但是他甩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，完了还说我臭流氓。当时咱们俩在一起才100天啊，3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当时那么多人看着，然后他上来就亲我一下，我当时就特别不能接受。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打我，人家觉得认识时间还不够长，对啊、是吧？才3个月啊。你说关于这事儿，你说过去也就过去了，他感觉认识时间不长就不长了。你说但是呢，你说他对我身边的异性朋友啊，也是就是那么过分。怎么过分呢？就是有一次我们班举行一次那个撕名牌的一个游戏，然后在操场上我正玩的热火朝天的，挺好玩的都。然后他可好，过去以后把我拽开了，拽开以后指着我旁边的女生都开始骂人家不要脸。那我当时为什么骂他呀？你们当时那么多人玩游戏，男女的玩什么游戏啊，需要你在后面抱着他然后撕名牌？我当时看见我就特别看不过去，过去我就把他拽走了，然后后来他因为这事儿还跟我吵架。不是，那你也不能骂人家吧，你想过你骂的那些词儿，人家是个女生，说的特难听是吗？就是稍微有点难听，他就是接受不了我跟异性走得有点过近啊。那你那是走得有点过近吗？行，这事儿过吧。